大天使麦克信息一，关于能量波传导，作者 Leslie M. Menzies， 译者 Nick Chen。 亲爱的伊门，你们许多人在此生被带到了绝望的深渊，你经常在这些挑战中感到孤单，远非如此。在早些时刻，面纱是无法穿透的，只有当你触及信念和信任，你开始打破幻象，让之后前来的人更清晰地看。现在面纱非常地细，亲爱的，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在所有人可以看到你们所示的现实之前，然后会毫无疑问地知晓分离是一个幻象。你们自愿放置面纱，这样就能体验对立面，溶解它，再次返回完整。亲爱的伊门，我们提醒你，你是步入黑暗中的最伟大的天使。通过你所有的尝试，沮丧，缺乏信念，局限，感到不被爱，孤独，你一步步地释放局限，然后学会再次敞开心，返回你所示的爱，把创造的爱与光锚定于荒凉的、在绝望中挣扎的星球。亲爱的伊门，因为你的勇敢打破了黑暗的枷锁，你相信有着一个更好的生活和爱的方式，你已经胜利。所有人会受益于那些敢于站出来带头的人。亲爱的，你的回报是神圣的，你在把身体中的恐惧清理出去，只允许爱驻留。亲爱的伊门，我们知道这一切如何上演，因为我们每一步都和你在一起。我们知道此生是多么地艰难，现在是时候收获你总是知道会到来的回报了。确实，所发生的事花费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的时间。我们提醒你，这总是一颗自由意志的星球，因此我们无法干预，除非涉及最高的良善。无论如何，你在继续前进，无论在你面前上演着什么，对此你确实被荣耀着。现在是时候欢喜了，亲爱的，深呼吸，释放旧世界最后的残留，在创造强大的新能量中呼吸。爱、平和、丰盛是新地球的秩序，你会再次在辉煌中统治。亲爱的伊门，在爱与光中，你在爱与光中创造，你会繁荣，就是如此。我是大天使麦克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大天使麦克信息二，关于你的奖赏是神圣的。传导作者 Leslie M. Menzies， 译者和光星浩凯。亲爱的，巨大的能量和光的编码扫过近期的满月，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再选择沉睡，在接下来的几个白天与晚上会持续下去。在你的内在和周围发生了如此多的光的融合，你们是转变的过渡团队，你们像大师一样驾驭着这些能量波。许多世代以前，当我们讲述这个时代是如何显化时，在人类进化的巨大转变中，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些日子。我们未曾见到，也未曾听过，直到你现在开始重新唤醒，并重新激活这些最辉煌的时代展开的记忆。你开始通过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的同步事件，再次感觉到我们，你已经揭开了人类幸福的序幕，你已经几乎穿越了这些遮蔽的时代，遮蔽已经被移除了，真相已被声明，所有看到的不再被否认。对于那些走在前沿的人来说，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回报却是巨大的。你有过非凡的经历，从表面上看来，把你带向你的核心，将你的心打开，让你本来所示的爱发光，这似乎是摧毁性的。亲爱的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一生中都陷入了绝望的深渊，你经常感到自己在所有这些挑战中是孤独的，没有什么比远离真理更遥远了。在那些早期的时代，帷幕是无法穿透的，只有当你怀着信心和信念抵达时，你才能推倒幻象的墙，让所有跟随的人都更清楚地看到。现在，帷幕是超薄的，亲爱的，在所有人看到你和他们真正是谁的石像之前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毫无疑问，你将会知道分离是一种幻觉。你心甘情愿地进入帷幕，以便你能体验到对立，化解它，并再次回到合一。亲爱的，我们提醒你，你是昔日进入黑暗的最伟大的天使，然后通过所有的考验、失望、信仰缺失、受限制、感觉不被爱、不讨人喜欢，你开始一步一步地释放掉所有的限制，然后学习再次敞开你的心，回到你原本所示的爱中。锚定造物主的爱与光，从荒凉失望挣扎的星球回家。亲爱的，因为你们的勇敢冲破了黑暗的束缚，你们的信念有更好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类在你的充满爱的星球上生活。你们已经胜利了，所有的人类都将受益于那些敢于走出去并引领道路的人们。亲爱的，你的奖赏是神圣的，你正在清除你身体中的恐惧，只允许爱驻留在那个空间里。亲爱的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如何上演的，因为我们一直陪伴着你们走过每一步。我们知道这一生有多么艰难，现在是收获你所知道的奖励的时候了。事实上，发生的事情比我们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长。我们提醒你，这一直是一个自由意志的星球，因此我们无法干预，除非是为了所有各方的最高利益。然而，无论在你面前发生了什么，你都会继续前进，你会为此感到荣幸。现在是庆祝的时候了，亲爱的。深呼吸，释放旧世界的最后残留。呼吸神圣造物主强大的新能量，为了所有的人的爱、和平和富足，这是新地球的秩序。亲爱的，你将再一次获得荣耀，就是如此。在爱与光中，你正在创造，在爱与光中，你将成长。就这样吧。我是大天使麦可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